嫌烦，要每天准备早餐。我好喜欢你，呜呼，爱你，呜呜，你是上帝送给我的礼物。老公，你别玩了，你下楼帮我取个快递呗。哎呀，玩了你自己去，去不去？哎呀，我兜里200块钱我花不出去呀，这咋整？去不了算了，去不了我自己去吧。钱不钱的不都次要的，这都能帮一把咱就试一把。帮你个忙，啥不是为了钱？谢谢啊，谢谢啊。客气了。哎，到付300是吧？这下去了啊。一会儿我回来了。你咋才回来呢？我快递呢？你别提了，我跟你说，那小子他就是个骗子，上来就管我要什么300块钱什么费啥的，我多尖呢，我直接就给他去收了。我钱呢？钱搁这呢，我就抓娃娃去了，饿了买点吃的啥的。刘子豪，我这个。小哥，快去吃泡面，我已经给你泡好了。谁让你吃泡面呢？不买好菜了吗？快点，我已经泡好了，走吧。我一会儿给你做呀。选一个，小哥，你快选一个。这啥呀？让我选啊。嗯。袁后悔。嗯。啊。可你吃吧，我寻思哥，泡面对你不好。你猜我干啥了？我操！谢谢老板，我咋了？干啥去啊？给你买排骨。哎呀妈呀！打死我了你！你打！别吃了，给你买排骨去啊！